江江，我今天来改装这台卡林库罗马，还有副装甲哦。那刹车的部分我改到满哦，然后保险杆有原厂主色调、副色调跟碳纤，那我就先用碳纤好了，是改到满的。排气管有隔合金的赛车椭圆原厂，那我一样改到最好的。那炸药就是说你有你要先把全部的东西都改完之后，你再去买汽车炸弹或遥控炸弹。那因为如果你买的话，它就不能再改车了，所以我就先改其他的东西，大灯，然后用套件，然后颜色就随便选颜色好了。我那时候是选黑配黄吧 ，OK， 那车牌随便选一个 ，N7。亮金属，我个人是喜欢黑色吧，黑色，然后副色调就给它黄色。看到，这个也 OK， 黄色，然后侧裙有主色调、副色调、街车主色调的调光滑侧裙，然后这个副色调的光滑侧裙，然后导流板有副色调的碳纤尾翼、加色尾翼。哦，这好大！听说这个可以挡子弹，但我还是想要改成黄色。那金属级的变速箱40000块钱，误了50000块，车轮就随便改啦。轮胎客制化，强化防震轮胎它本身就有了，那烧胎烟雾就给它黄色吧。车窗。长型礼车全部都黑，对不对？啊，没了。玻璃撞破，OK， 先这样吧，今天改车到这边喽。